好，在感情当中，我们都可以互相成为对方的小天使，帮他实现他的心愿哦。又到了我们心愿兑换券的时间，来看看今天两个人有什么样的愿望呢？先看男主角的，展现你的贴心。哇，贴心，好难哦。对，这个贴心蛮抽象的。对啊，有没有想个情境？什么情况下你希望可以得到他的贴心？什么情况下哦？可能我们相处平常生活上有什么事情？给你放热水澡这种吗？这个可能要我很累的时候才会奏效哦。好，对，好，我想一下哦。好，我想到，我想到，那你再靠近一点。你今天好棒哦，你表现得超棒的，辛苦你了。谢谢。怎么突然？怎么这么突然？因为今天录影前我们有稍微聊天了一下，然后我得知他今天是第一次上这种谈话性的节目，然后一直说他很紧张，然后我就想说好给他一个爱的鼓励。OK， 好，我觉得有哎，就是这个有到我心里。给他摸摸头，给他拍拍。今天表现很棒哦，开学典礼第一天。那老师，我要吃饭了。这个你有感觉他的心意吗？有，因为他其实就是有把我刚刚录影前跟他聊天的话，然后他放在心里，然后他有记得。对，我觉得去，我其实还蛮在意，就是对方有没有就是记得我说的话。就是不要哦，我跟你讲说，一次我喜欢什么，或一次我不喜欢什么，结果一讲一次，讲两次，讲三次，然后你都不记得，然后就重复一直问，我就觉得就是比较没有心在跟我对谈，也没有在记我的喜好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刚刚的点可以，对，他有倾听，然后有记在心里。好，现在给你一个爱的鼓励，很贴心哦。好，然后我来问一下戴颖哦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是对我英雄救美。哇塞，请问这位美人现在身陷什么样的险境要救你？你说刚掉在那个海里面那个吗？就是比如说可能我跌倒，你想一个嘛。哦，跌倒英雄救美，你刚刚自己叫韩剧的那一种，韩剧的那一，你想一个，你要如果他什么情况你要救他，对，然后你可以跟说一句话之类的。比如说你今天就是穿高跟鞋很高，来来来，模拟一下，模拟一下，来。好，那我们站起来，就是穿高跟鞋很高，然后走在路上跌倒。对，好，那我就跌喽。好，好，跌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是你的陈玉红，我来晚了。不会，一般人在路上会跌倒这样子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了，搞笑的。可以。哇，好，我比较。我刚刚还要翻译一下陈玉红是谁？哦，是我。有。对，好像半路壁咚的感觉。壁咚。而且他刚蛮敢接住我的。对。不然呢？他把你放在地上。你是不是很常这样？感觉你很顺手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把之前有的拍摄经验拿来用而已。好，这是记忆深刻的英雄救美。对。好，我们今天聊了蛮多的，马上进入到最后抉择的阶段哈。两位是不是愿意在真实世界里面进一步的来沟通约会呢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数到三，好，把手机拿出来，我们互加朋友，互相扫 QR code 哈。一、二、三。噔噔噔，拿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加 LINE 还是加 IG？ 都可以啊。好，两个人要确定扫到。好，希望以后有多更多的互动。当然啦。好，那加 LINE 好了。好的。好，很开心哈。好可爱的图片。今天这个画面非常的美丽哈，高颜值的组合，那有非常开心的互动。我想问一下哈，戴颖，你今天感觉如何？我觉得感觉蛮好的，因为我在来之前其实就想太多，我觉得自己有点想太多，可能真的蛮久没有约会或者是跟男生这样子讲话，所以来的时候，现在录完之后就觉得啊，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难。对啊，因为好像单身久了就会慢慢觉得自己会不会不会谈恋爱了。对，没有的，你还是有爱的能力的，跟被爱的能力的。好 ，OK， 好。
玉虹，你觉得呢？我比较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女生，就是可以多相处认识看看。如果她有意愿的话啦，对，因为她刚给我十分，我真的有点吓到。对，你压力这样大了，因为十分就满分了，接下来只有扣分，不然就maintain在最高峰。没有，其实她可能是满分100啦，她只给我十分。恭喜两位哈，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这个交流跟互动哈。其实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要上这个约会单元上节目会不会很紧张？我想大家看到每一次我们的男女主角哈最后的互动，应该会觉得也是会心一笑哈，因为我们节目是很轻松自在。那希望可以借由很多的沟通哈，帮助大家更了解自己，也了解对方。所以你要做的动作是勇敢的把手机现在拿出来，扫一下 QR code， 扫这里，期待你来报名，让你的世界从此变得不一样哦！赶快来交朋友吧，拜拜。单身行不行？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哦，请大家记得搜寻东风卫视，或者是扫下面的 QR code， 同时一定要记得要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而且有很多网络独享的好影片哦。还有，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。